咋的了这是？哎呦我卡的！这小姑娘怎么样啊？啊！哎呀，脸都憋青，快点给这个手给她整过去！哎呀妈！哎呀妈！这小姑娘怎么卡这样呢？快点行，我打120。快点！我给录的。打120不？打120吧。打120吗？还录着点，他这有那好慢慢有。快到了吗？那快到快城四期。你怎么？喂，你好，快点到快城四期。对对对，快点，这小姑娘不行了，快点。卡了。不是三天一进来，这有个快递站子。对，这手机有。在小区里的。我不知道，满脸全血。好，快点啊！然后你看到电话里头有。快点，有。他怎么上脸呢？这个哈，管他是哪一个打一个。管他是哪个？有名吗？得找有名的。这也是闪回。你就摁一个电话就行。打出去呢？喂，他静音了。喂，这什么话来着？看有名啊，对，有名啊，这是快递，找带名的。这个，那是哪联系啊？你就别管哪。喂，哎，你好，你这个手机那个机种你认识不？他那个我在北溪太子城这卡了，现在已经都卡得挺严重，刚才昏迷不醒了，这会儿能清醒点，满脸血。就是你这个手机，他的手机扔边上，我给你打个电话，他有名，你认识他，能联系他家人不？你怎么能联系到他的家人？你赶紧的，他就不行了，他卡得可严重了。太子城的，对，赶紧的。啊，对，我是路人。我打120呢，打120呢。啊，对的，太子城这里头就一个。你马上到啊，那你赶紧过来，赶紧的。对，那我得找谁？他家里人，他家是哪的？你说是你隔壁二老新疆的？那他联系谁呀、啊？他是自己吗？